另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我是主持人孟胜男。今天我们要继续欣赏的是《魔杂奇幻》系列节目，轻重并举，妙境通灵，软硬功夫相辅相成，亦真亦幻，虚实相间，杂技魔术精彩连连，揭开神秘的面纱，带您走进魔幻的世界。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湾的魔幻气球人李盛堂。那这样子好了，幻儿姐姐，我今天看一天哥哥啊，穿着这样子很帅，我就做一把武器给你。好了，你用了这把武器，保护所有小朋友的安全。太好了，我最喜欢武器。这一把武器怎么做呢？拿起一条气球来，看仔细啦，怎么做一把厉害的武器呢？先转一个小泡泡，再转一个大圈圈，在长气球上面呢，转上一个泡泡，两个泡泡，三个泡泡。接下来把长长的气球穿过圆形的圈圈，一把非常厉害的武器弯刀就出来了。这把武器呢，要收起来，收在刀鞘里面，对不对？一定我没有。没错，那你帮我一个忙。好，刀鞘需要两条气球才可以做出来。仔细看啊，气球拿起来，放到左边鼻孔下面，右边把它给堵住。一、二、三。哇！哇，太厉害了！刚刚是左边。接下来换右边啊，右边也可以啊。啊，气球拿起来，放右边，左边堵住，一、二、三。哇！一年哥哥手拿着宝剑，两只手举起来，刀鞘放在腰上面，这一把厉害的宝剑就可以放进去啦。花儿姐姐，我今天帮你变仙女，好不好？仙女啊，仙女啊，最喜欢。哎呀，太棒了！那仙女首先来一个，仙女有一个皇冠，对不对？哎，皇冠，对对，所以这个也能做呀。这里有一个皇冠，仙女姐姐，量一下头的大小，量好之后呢，把它给系起来。这样子多的气球呢就不需要了，就把它给扯掉。扯掉之后呢，把它给扎起来之后呢，这个仙女的皇冠就可以放在我们花儿姐姐的头上啦。这样子仙女的形象有没有就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还少一样东西。还少一样？少一个什么？魔法棒。这样子好了，魔法棒。不像，不像。跟你说，过来过来过来，还没做完好不好？两条气球，我只要把它给旋转起来，这个仙女棒魔法棒呢，这样子呢就可以完成啦。左边黄色一个圈圈，右边的黄色也给它一个圈圈，把这个红色的宝石呢，把它给放在最上面。好了，放上去之后呢，这个魔法棒是不是就出来了？哇，我仿佛都听到声音了。最后一个啊，花儿姐姐帮我吹一口气好不好？哇，一天哥哥换你了，这边。哇，仙女棒。好，盛堂哥，你看我们现场有那么多小朋友，是不是也得给他们一点礼物呢？哦，真的耶，就是啊，现在小朋友好多人呢。有没有人想要？想想要。哇，想想要。都想要。哎，我先把礼物给你们看，好不好？那这些礼物呢，就由一天哥哥跟花儿姐姐把它给送出去了。你说，你看我们这礼物都发完了，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没有呢，这李盛堂跑哪儿去了？对呀，盛堂叔叔跑哪里去了？哎，我们一起喊出魔语，呼爸爸变啦！
想象一下梦幻中的蝴蝶是什么样子，两位演员用他们柔软的身体、优美的姿态，出色地演绎了缠绵悱恻的爱情画卷，请看杂技《梦蝶》。对，哎对，好好，来好，安生，来，坐，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坐，哎，来一个女士，来，一个女士，哎，来一个男士，哎，好，来个女士，哎，这个过去不认识就好了，嘿嘿，通过这回亲密的合作啊，什么叫亲密呢？躺下，哈哈哈哈，你咱一说躺，你真着急，着什么急呀？女士优先。
躺下，你倒扶着点人家，一点没有男士风度，扶着，别搂着，感觉怎么样啊？很好，很好，很好，哎呀，还有好的呢，躺下。现在感觉怎么样？更好了，更好了。哎呀呀呀，大爷，哎呀，您就躺下，您打算往躺下，因为您夫人已经谅解了。音响师，请起音乐。好，一把一个。感谢你们的合作啊！
杂技大量运用生活用具和劳动工具为道具，赋予生活气息。这些平凡的东西啊，在艺人手里翻飞变幻，显示了杂技与劳动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根绳子，黄色、红色和蓝色。那这样好了，来，叔叔，帮我检查一下这个黄色的绳子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这边呢，我请一个阿姨来随便拿一根，比如红色的，然后请您接住，也是这样，抻一抻这根绳子是不是坚硬，这个非常重要。这样抻一抻，然后呢，跟我一起做，把这个绳子呢打一个结，像这样。好，没问题吗？那边也是，打好结了吗？好。还有一个。好。好的。三根有结的绳子。刚才这位先生你也检查了，这位小姐你也检查了，这个绳子不可能有洞或者毛边之类的东西吧？没有，它非常非常的坚硬。非常非常的坚硬，仔细看，这是黄色的，红色和蓝色。好，
红色和蓝色。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是不是动作太快了？没错，我要做的是我要把三个绳子连接到一起，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大概有多快呢？就像这样。哇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魔术，我吓坏了，我下巴几乎快掉到地上，而且这位先生，您可以保证这个绳子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的接口或者之前有开过的痕迹，没错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把它打开，你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吗？解开呀！没有，开个玩笑，我当然会用魔术的方法把它打开。这位阿姨，请您上台来行吗？你好，我是王宇，怎么称呼您？您贵姓？您贵姓？啊，张奶奶，您帮我这样拉一下这个红色的，确定一下它是完全坚硬的，对吧？没问题。好，仔细看，张奶奶，您可以站到我的面前吗？站到我的面前，冲着观众，仔细看，吹一口气。哇哦！谢谢张奶奶配合。我也知道呢，今天还有一位应该说我非常非常开心他能够来，这是王志伟老师，他有一个绳子的绝活，他可以用这些绳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想不想看？嗯，魔法的世界里啊，有一句话叫魔法是一种力量，所以现在我用这两个绳子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魔法的力量是从哪里出来的。这个绳子大家检查过，普通的绳子，两个绳子看似普通，确实它不普通。怎么不普通呢？你看我拿在中间，这个拿在中间，做一个小小测试。大家知道绳子都有两个绳头对吗？这边有几个？两个，没错。这边呢也是两个。对，如果要把绳子跟绳子中间给它连上，那你一定要经过这个绳的这边上，对吗？但是我做一个慢动作，看好啊，现在啊，这样我把这个搭的，这样搭在我后面。现在我再问一遍，我后面每个绳头，每个绳子有几个绳头？黄的。我转过身去给大家验证一下，这边是没有绳头的，后面分别有两个，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两个？是两个吗？好，现在不要眨眼，看在我的头上面。哇！哎，这个真的挺神奇的，因为刚才这个王先生背对着大家的时候，我抻着头看了一下正面，不知道为什么瞬间红和黄就结合在一起了。谢谢。